好，这个时候是凌晨的2:30，欢迎大家来到993，全网既专业又颜值的舞蹈频道就在993。我是今天的接档主播古大美童，大家可以叫我大美，也可以叫我童宝宝，也可以叫我大美姐。然后呢，首先大家如果喜欢的话，先点一下直播室通知，点一下主播这个直播室通知。这里呢是官方的频道，不是我的频道，所以你点了直播室通知以后呢，我回去以后你才知道我在哪里。然后手机用户在头顶的左上方有一个我的名字，旁边有个黄色的预约，打上勾勾。电脑用户在这儿有一个直播室通知，打上勾勾。好，接下来跳第一个，我就是来争取一下大家的意见，就是你们想看什么，能不能不叫美瞳，那你就叫我大美吧，好吧。第二个，我都还没有写题板呢。那这样吧，我给你们跳一个，我题板上是有第一个是 Lazy Body， 第二个是杰克。但是呢，我是想看一下你们想跳什么，就是拖拉机肯定是不跳了，因为刚刚拖拉机已经拖过了。这样吧，我们来一个开火车吧，不是开火车，来个那个吧，开火箭吧。我要待会儿开火车直接场控把我给移出麦序了。来，我们先来开个，我们来开个那个，我们来开那个吧，我们来开火箭吧，好吧。好，这是火箭。你们有没有听到一个拖拉机的声音？
你没有听到拖拉机的声音，听到了是不是？好了，喜欢我的兄弟姐妹们好，大哥们宝宝们点一下直播室通知啊，这里是我的，是我来轮麦的频道，这是我们993，是我们全歪歪最有颜值最跳舞最最好的一个就是轮麦的一个频道，大家可以点一下我们大顶上面黄色的预约。感谢简简单单的艾丽哥哥，谢谢你今天一直在用棒棒糖在怼我，你今天的棒棒糖实在太好吃了啊，那个什么呢，棒棒糖哒哒哒哒哒，不是棒棒糖嘎嘎嘎嘎嘎嘎嘎，加特林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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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棒棒糖，还有谢谢嘻哈阳光，谢谢你们啊。然后来选第二个舞曲啊，第一个是 Nice Body， 第二个是杰克，他来抠下你们屏幕上的一个文字，一和二，一和二。拖拉机我已经拖不动了，我刚刚已经拖了一把，全身是汗，那拖了一把以后我发现体力不足啊，所以说你们在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千万别去啪啪啪，会得传染病的。 1 2 3 4，恭喜龙哥，赶紧去买彩票吧，讲不定你中了1000万就是你的了。第二个啊，接口好，送给大家，如果大家在看跳舞的同时喜欢主播的话，把你们手里面宝贵的一票投给主播，哦，我没有参加比赛，把你们手中宝贵的勾勾打上，为什么感觉我都在比赛呢？好，一首杰克送给大家。好，那个我开一下风扇，太热了。一首杰克送给亲爱的波波们。
有点热，有点热。还有207，然后下去了。还没有点关注的兄弟们，然后点一下这个关注。我是大美，大家可以叫我大美姐。好，那个，那个还有最后一支舞蹈，那就给大家跳那个 Nice Body 好不好？因为这个也很好看。我热是因为我最近感冒了，然后肺活量不好。跳个慢的，那行，给大家跳个慢的吧。然后大家记得关注一下主播啊！谢谢刚刚那个福建的尖刀，还有秋哥，还有商泪，还有，谢谢你们刚刚的所有礼物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啊！让我就接下来跳一个 Lazy Body 送给大家。当然我跳完以后，大家如果说还喜欢看我直播的话，可以来我直播间，我跳完我就回直播间了。初恋好吗？好的，行，感谢微风吹来一丝忧伤，谢谢小明哥哥，小明哥哥嘎嘎嘎嘎嘎，温柔香啊，温柔香，我看看我能不能跳啊，我要是不能跳的话，我也很无奈，好吗？我看一下温柔香能不能跳，居然有人点温柔香，小猫猫，我最近都跳烦了，小猫猫最近我都跳的我都不要不要的，我看一下温柔香能不能跳啊。哎呀，我的那个麦，我的麦有点卡丝了。温柔香不能跳，宝宝，我还是给你们跳那个吧，跳我自己的吧，一首那个《Lazy Body》送给大家。Perfect.